己收藏宣德炉十几年的经验来讲，看到你的作品的时候，我就特别的喜欢，第一眼的时候特别喜欢。你的作品当中有很多中国古代的元素，但是又用一种比较当代的现代的思维跟线条，在您的作品里面可以看到的这种既古既今的这种感觉。第二点，您又使用了不同的材质啊，有我们目前看到的有铁，也有黄铜，也有一些不锈钢，也尝试有一些木头的作品。对，这几点方面是特别，我觉得我特别欣赏你的作品啊。我喜欢古代的东西呢，是多数都是，对，您也看到了，多数都是一些比较朴素的一些东西。这种质朴会带来一种猛的气质，或者说比较凶，彪悍，它会强调这个时代最怎么讲最扑面而来的那种气质。我们看到的中国的雕塑都是看似有体量的形体，然后上边加用线条来装饰，比如说衣服的线条、衣褶。那在西方一定是有起伏啊，有三维效果的啊，有光影的。但到了中国呢，它被这个中国的文人融合了之后，变成一条线。我觉得反过来，哎，这个事情好像也挺有意思，所以就用纯平面的方式去解决一个变成一个立体的东西啊，它会呈现一个不同的视觉效果。那它一层跟一层中间的距离呢？那对你来讲也是会有。那个是额外带来的惊喜，因为它这个包括从侧面看它有点像音乐的起伏，是，对，我倒觉得还挺有意思，所以就保留了。目前做的这一系列的作品，我们可以看到都是香炉嘛，或者是也可以说它是一个熏炉的一个概念。我也很好奇说为什么您一开始会想做这样子的一个创作呢？因为我呀特别喜欢烟雾从这个炉里边散发出来那种视觉氛围、视觉感受，就是沈周有一张画叫《山谷云香》，我觉得那感觉形容就特别好。这个山呢，刚刚做出来，它只是一个山，是一个比较呆板或者说一个死的山，云雾出来之后，它就变成一个活的山了。对，它的感觉就不一样了。对，那这种意境呢，我们很少能天天到大自然去感受，那么在家里也好，或者在什么样，就把它的距离拉近，去感受这种氛围。是，有点像是又把一个天地缩小，融入带入了生活当中。对，而且从死的这个造型变成这种活的，有点像形而上的这种概念的。对，因为一般的都说山里边住着神仙嘛，对，它有这个烟雾缭绕的感觉呢，它这个自然就带出一种仙气儿。您在创作上，你一开始为什么会选择这类金属的？比如说我们常看到都是铁，还有一些铜，是不是因为特别喜欢这类金属的感觉，或者是怎么样呢？我觉得铁带来的朴素感是其他金属很难达到的，就是它这种朴素会带来一种力量。对，这种力量呢是偏野一点也好，或者说偏这个凶一点的那种状态啊。对，所以我其实做东西甭管是用什么材质，用什么方式表现的，其实是那种内心想要的气质。对，就是那种气场吧。艺术嘛，艺术它实际上是需要有一个特征或者特点，因为我觉得艺术就应该是这个艺术家观察世界的方式啊。那艺术呢，它相对而言会有一个自己的标签，这个标签树立之后，就形成了你自己的一个体系，在我看来是这样的，对，这样会比较纯粹一点。